也不用看。那、啊、你们要数支数支这都几支吗？七个代表，现在是七个代表上台。命运的锁链。好，现在拿着你们的命运塔回到位置上，开始询问对方，每个人就是询问他几个问题，我不管，但是我们有五分钟的讨论时间，都可以都可以，彼此都要问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写，对，问什么呢？问针对这个，要问这个问题，他问我，问你，问我，然后问完之后赶紧写文章。啊、要写一篇300字的新闻稿，包括下标。可是那个两个手艺人，没有各写各的，你要写对方。跟我们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是卡片。对，就是你要问这个问题。你问我，问我问。最想如何？比方说，我们好奇宝宝这一组抽到的是，请问你，你想你最想如何计划未来的生活？这虽然是一个问题，但是你要学会去问小问题。就是要发展它成为一篇300字的文章，这样可以吗？开始去问，好像越来越难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层次了。好，计时开始，我们10分钟开始。你先问。